相较那个什么 GO 的 0.8%， 我只能说碧蓝航线永远都是带给我快乐的游戏。买了，赶快帮他换装。啊，今天呢碧蓝航线呢又改版了，今天根本就是这个钱包折磨日。有三个大事情要跟各位讲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碧蓝航线有出了一些新的船，然后待会晚上呢又会抽这个明日方舟，因为明日方舟今天出银灰的池，这是肯定要抽的，我要把潜能再往上提升一点。好 ，Anyway， 我们先进一下碧蓝航线。来，今天的碧蓝航线呢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出了一些新的潜艇的船哦。好，125、156、168、U101、U522、12345，5艘船，五艘潜艇全部都要造，然后全部都是潜艇，全部都超难练。那我之前的潜艇是已经练好，我可以给各位炫耀一下，我的潜艇呢，114等、114等、110等、110等、100等、100等，然后全部都已经结婚了。这些呢，是我已经练好的潜艇，现在又要多五艘，然后再练。Anyway。为什么今天很重要？原因是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图鉴里面，我就只差满潮7月21号能够拿到跟这五艘潜艇，也就是说这五艘潜艇只要我今天都照到，我就 100% 收藏率了。没有错，只要这五艘我全都照到，我7月21号妥妥 100%， 这五艘没照到，今天是没得谈，一定得照到，一定得照到，好不好？五艘没有一艘能够躲。上次我们之前照那个 U81 的时候，其实卡了很久，但其实 U81 我后来照到以后，我已经把它练到110等了。我应该有一些船是已经120了，我看我没有特别在记哪些120，我现在都是把好用的船优先练。为什么我现在在练这些好用的船？原因是因为我在那个第十二章节的时候吃瘪，我第十二章节的时候吃瘪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后来开始努力的练好用又香的船。好，在开照之前呢，我们一样看一下换装商店哦。今天有1168U101的，还有119的啊，119可以直接买，这个没有问题的吧？可爱秘书剑换了126哦，它有特殊背景哎。买了，换了125，这哪是小学生啊，这个身材大学生了吧。好，在抽之前，因为最近这个钱包实在是花太凶，所以我还是一样先推广一下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先推广一下再开抽，没有问题吧？这个给你们看，这个你们看到一定会开心的，这个真的真的真的懒猫子生日会的啪啪玩偶出来了。お仕事を一旦やめて。这是懒猫子生日会的啪啪玩偶，它有一个围兜兜。懒猫子从2018年8月13号到现在2020年呢，要两岁了，也就是今年的8月10号到24号，有两周的时间呢，我们包了一个咖啡厅，然后布置成懒猫子的样子，里面呢会有很多未公开的图，跟有一尊120公分的懒猫子的公仔。在那一咖啡厅，详细的话可以去懒猫子的粉丝团看。然后现在也有懒猫子的动态桌布，是 Forfan 老师画的，可以自己去直接去下载，那是免费的。好，懒猫子的那个生日会呢，会有卖这一个啪啪玩偶，然后只要你有买啪啪玩偶，他都会额外送你一个抽奖券，都有自己的奖项，总共1400个奖项。那有一个奖项就是120公分的那个公仔，那个我也只有一个啊，抽到了，你抽到了拿走了我就没了，没有错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懒猫子的粉丝团，我们打样了非常非常多次，从换衣服啊、换表情啊各种尝试以后，终于做出来长这样。它有一个围兜兜，然后它的手抽在里面，躲在里面，很可爱。然后它的呆毛，可以拿它的呆毛，这个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。好，这个是懒猫子的生日会，8月10号到8月24号。然后应该今天有蛮多人已经收到拼图了，但拼图现在在买动漫跟 NE 的那个官网也都有，那有兴趣的可以继续看。拼图是520片的纸质拼图、质感拼图跟挂轴，上面那个挂轴也都还有，有兴趣的可以去 NE 的官网跟买动漫看，你可以一起买，省运费。好，介绍完了，啪啪玩偶大家看到应该第一次看到吧？怎么样？啪啪玩偶还可以吧？我再给你们看，它背后还有一个蝴蝶结。他这边也都有做设计，很好抱。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该开照了吧。今天就是这五艘全都得照到，先把那些伦敦等等的先改造。我还不确定我伦敦
等等的改造图够不够？应该是够了。哦哟，好香哦！变大了，真的。健装啦，健装变大了，健装变大了。好，不然又要被黄标。今天还有开一招，养眼改，有，可以。我完全没有印象，我有把它练到100等。它应该是那个时候刚好后宅有多放，所以等级比较高，被我选来练的。我会放一些等级还没100等的，跟一些要冲120。可是我发现我因为练太多100等以上的，所以导致我这个认知素材还是不太够。Anyway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 98.1%， 走起，迈向100%，十兆批量完成。石甲格、蓝力、星际神。你看到了是零，嗯，这么会看的吗？还真的是零，就多巴得再看一下，2%、2%、2.5%、2.5%、2.5%，真的很佛哎，几率真的很高，理论上应该随便造随便出啊，没有问题吧？这十招出两招，你看2.5%、2.5%、2.5%，像是7.5%加2%，像是11.5%，两招。我说五招不是说好的五招，没有五招，今天就是五招都得照到才叫五招。U101，这个是在开车吗？要搭乘我的大鱼吗？我刚才看那个是尾巴吗？好像不是，它是衣服上面的那个挂钩。可以一招，香，看一下。哇，这招也是真的香哎，它那个肚子好可爱，这样应该不会出事吧？肚子而已，肚子可以吧？轰隆隆隆隆隆隆，引擎发动，引擎发动。这个是最容易黄标的，这个帮遮帮遮，1168，负二负二，必然航线的这一个照就是快乐轻松，我跟你讲 ，U522这个屁股，铁血，哇，铁血有两招，可以2.5%就是开心，我跟你讲。相较那个什么 GO 的 0.8%， 我只能说碧蓝航线永远都是带给我快乐的游戏。买了，赶快帮他换装。买了，哇，我喜欢这个学员风，这个好漂亮。我们差125跟156，我最近真的蛮欧的，在欧非大战吗？哇，上次聂宝请的那个加起来也是几万呢。我们叫了三个8800的东西。Hello。有了125-1，再来最后一招，最后一招，该来了吧？156，今天请银老大欠惩罚一下，可以，我今天很欧，请叫我欧洲小王子，肯特，欧洲小王子。欧根亲王，欧洲小王子，什么欧根小王子？欧洲，哇哇，这感觉是，这个很像是那个漫画里面会有的那种妹妹的同班同学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超可爱。有没有？超可爱，好可爱哦！可以耶！等，我先把该改成常用的先改成常用，好，然后帮他们买衣服。哦，这一次的潜艇池这么轻松，上次那个 U81 到底怎么回事？真不愧是有 PU 跟没 PU 的差别，99.7%！我跟你讲，99.7%，不开玩笑，应该第一名了，各位观众。99.7%，第一名。等到21号，7月21号，共同见证100%，珍珠港的100%。没有办法更高了，因为最后一个是在那个签到，7月21号准时100%。好 ，nice， 哇，这一次好哦。懒猫的抽卡越来越欧，越来越不好看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都错了，我并不是抽卡越来越欧，越来越不好看。而是我玩的游戏，我后来入坑的游戏都相对来说比较好抽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，那今天的抽卡就到这边，告一个段落。
啊，轻轻松松带走，轻松松带走 ，nice。出一只保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出一只保一只，出一只保一只，出一只保一只，看他出的快还是我钱赚的快。出一只保一只，出一只保一只。